当老爸带我参加酒吧牵手活动。一会儿进去吧，他拿上面花，我微信。哎，咱们来拍吧，比我就期待他俩旁边儿入来去。嗯，拍了拍了。啊，来，好好看一段秀啊，就两个女的飞来了。哎，坐给你，一会儿玩去。这干什么？鲤鱼岛田嘛，多好才能。快坐，我叫一声。啊，谢谢啊。第一站，俺的伙伴们，先往这看。这个小伙子叫小帅，他身上很多好吃，但是还是没有。其他美女呢？如果说你们喜欢这一款的，烟花比较多，喜欢为他打 call。好，谢谢。我爸又自己玩是吗？哎，爸，爸，酒啊，好，放上了，谢谢啊。你帮我盯着点那个女生，我上厕所收拾一下，回来问她要微信。看好了，先放下，随我去。哎，爸，刚才这是那妹子人呢，你怎么又玩上了？说谁？你儿子？不是啊，不认识。俺的话，他也在这儿刚认识了，这话有点毛病，见识比较好。有啥没啥，我就帮我带了。